剪映的1000个骚操作之人物遮挡文字效果，打开剪映，点击加号开始创作。我们找到素材库，然后选择黑白场，点击黑色画布，点击文字，新建文本，输入你想输入的文字，然后我们给文字换个好看的样式。点击底下这一栏菜单的排列，调整其合适字间距，根据自己的需要，可以调整字体的大小，还要根据主视频的时长调整其文字视频时长。我们点击文字图层，找到动画，选择收拢动画，根据需要调整其时长，然后点击导出。我们继续点击加号开始创作，选择提前准备好的视频素材，选中素材，点击复制。我们直接将素材切至画中画是不可以的，要先点击画中画，这样就可以将素材切至画中画了。将画中画素材拖到最前面，我们选中画中画素材，然后找到智能抠像，将人物抠出，然后点击新增画中画，导入刚刚我们准备好的文字视频，调整其合适大小。我们找到混合模式，选择绿色，然后我们再找到层级，选择层级一。我们在文字视频图层3秒处添加一个关键帧，再在视频5秒处添加一个关键帧，并找到不透明度，将数值调为0，添加音乐一起看看效果吧。晚风依旧